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则的电视墙，也就是在这个部分，台湾民意基金会做出的最新民调发现，这个看好度赖清德的话是有过半的民众，来到56.6%的民众看好赖清德会赢得2024的台湾总统大选。那在这个部分，很多的网友或是很多的声浪都在质疑说，在野大联盟最近在猛打云豹，结果没想到赖清德在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也是突破了35%的门槛，来到近期的新高。很多网友认为，难道是事件还没有发酵吗？还是说赖神根本金身不破？甚至很多的支持者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甚至苦无证据啊，整天听虚无缥缈的感受，正常人也都听烦了。但是也有乡民网友提出了中立的解析，认为台电的亏钱最主要是天然气的问题，这个是国家政策的问题。的确现在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包含像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他就认为说选民不是傻瓜，但这样的态度凸显出一定程度现在政治的现实面在哪里，也就是一个团结的执政党对抗分裂的在野阵营。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施政峰老师了，您怎么看现在不管是在很团结的民进党，对比上是有一点分裂，不管像是在泛蓝甚至是在野大联盟的部分，这个整合还需要有点难度，您怎么样来解析呢？先讲说这个所谓的团结的民进党这个部分，这我倒不这样认为啊。表面上是赖清德定义一尊啊，但是最近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东西出来啊。那包括比如说这个所谓的白宫啊，那这个到底是美国那边放出来的呢，还是有谁然后透过《Financial Times》的记者出来修理他呢？包括国安局长蔡明彦说，目前并没有兵凶战危，但是为什么新潮流的这个小鬼的小孩子啊，然后出来说打脸这个国安局长啊？那又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赖清德打出来说私立学校大学生要补助，然后陈建仁马上加码说高中高职等等，这个东西表示说其实他们内部是有保留的啦，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到翻脸的这样的机会，谁会先出手，有什么样的诱因会怎么样？那我会觉得说应该要等到郭董这边如果定案以后，那可能就是说会触发这个小英他们有一些动作哈。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哈，看好度跟支持度又是两回事啦。那看好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大概就是说目前为止好像是蓝跟白中间哈，好像看起来这个整合是有困难的。然后两个之间，当然我们知道侯友宜是在往上好，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看到是这个KB 的部分在往下哈。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这个在野党整合这样的空间？大家认为说大概不太可能。但是话又说回来，最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说云豹案是不是会在持续发酵，然后呢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的战略有没有用。因为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是这个蓝绿党这个，或者说应该讲边缘化这个柯文哲，然后呢柯文哲是打游击，那接着透过这样卫药案以后，侯友宜就是往下滑。那当然现在好不容易蓝营差不多七八人整合了以后往上升的时候，就开始打到这个柯文哲。那这些都是短期的效应了，我会觉得应该要看更长期2年到3年来的这样子的民意的政党支持。基本上是民进党是在往下滑，那他现在是靠抗中保台跟白宫白业在绑桩了。其实你说他已经跨越了天花板嘛，我们怎么不能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去访美这样子一个外交的内销转口内销的一个短期效应呢？好 ，OK。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民党并没有相对的这样子渔翁得利。好，那这个时候反而变成这个 KP， 但是呢 ，KP 目前为止我也认为他目前就是打游击，没有真正的就是说通盘的这样子拿出来。当然这是他的战术打法了。啊，我意思说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三分天下了啊 ,OK, 那我会觉得反而其实应该目前为止危机最大的应该还是赖清德，也就是说赖清德应该我觉得大概就是不会突破了，也就是说深绿的含泪投票跟白宫白业这个部分。但是万一
这个郭董出来了以后呢，触发这个这个小英他跟他翻脸的时候，那你深绿的这个这个抗中法牌也没有了啊，也没有行政资源来绑装白宫百院的时候，那你赖清德只剩下云豹这些钱，你大概我们知道藏富于民哈，藏富于派系，你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用呢？那我们就是观察。了解，刚刚教授有点到了，其实赖清德他或许民调现在还是稳居第一没有错，可是不代表未来不会动摇，因为他的这个35%，甚至大家有给他一个40%的民调空间，这有可能就是赖清德的天花板，也就是教授刚刚分析的是，现在蓝绿白都还是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所以如果以短期的民调来看，有可能是因为赖清德返台之后有一些方面的发酵，那在这个部分民调也是滚动式的调整。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哦，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